咖啡色，这个是酒红，再来就是这个light olive， 很浅很浅的 olive color， 有一点带青金，带金又带黄这样子的，很浅很浅的 olive color 就对了。三个是面料是西装布面料，有弹性，然后这样子有印花的，下摆是属于这样子 blended OK。它这个腰间这个 buckle 是 attach 在那一边的，不能够拆的，隐藏拉链是在后面，由上往下拉这样子。来，主播是上面颜色的话，上一个色来比较，其实它三个色上面的都是黑色啦，三个色说比较浅的颜色会是属于主播身上的现在的咖啡色。OK， 另外一个色就是这个很浅很浅的，有点带黄带金色这样子，又带一点青色，它默托会带浅浅的青色 olive color， 浅浅的 olive。最侧处的颜色就是这个酒红，上半身都是黑色啊，它这边衣领的帕，它就很像穿了一个 tube dress 那一种感觉啊，它这边有立纽扣的啊，这立纽扣呢，它是款式来的，不能够开的，这立纽扣是款式来的，然后这样子有 collar， 袖子一样属于一个中袖，拉链是在后面由上往下拉。长度一样是属于一个大气的长度，比罗尼的长度，跟着助理的尺寸下单，助理穿什么 size 一件？助理是需要穿 L size 啊，这件连身裙。面料微弹，面料微弹。OK， 助理是需要穿 L size， 有口袋，左右两侧口袋是仿生的。我先换酒红色给你们看先啊。Jenny 好的，主播身上上衣我发资料去你的 inbox 啊，你检查一下。可是我 size 没有了。啊，对对，你可能你留言了，我不确定有没有啊。OK， 你可以先留言先，因为有些很多颜色已经被抢完了的，刚才直播我们已经介绍一轮了的哈。我 send 资料去你的 inbox 啊，Jenny 你检查了，你再倒回来啦。卡在了，不能，它有个。可能你远看你会觉得它有点金色金色这样，其实它是很浅很浅的 olive color， cost NDH 30，价钱是83，最小的码是从 S 开始，最大是去到 XL， 夹两件是不用怕会走光之类的，它这个 cut 是刚刚好的，不会走光 OK， 不会走光，拉链是在后面由上往下拉，跟着助理的尺寸下单啊，这一件连身裙是需要穿 L size OK， 有口袋，左右两侧口袋是仿生的，颜色方面是很特别的就对了 OK， 我现在身上这个 olive， 所以我们讲今年啊，青这个粉青啊浅青它的颜色都很特别 OK， 不是金色啊，可是它看去就有点像金色这样子的就对了。 NDH 30，我去换酒红色给你们看先，我们还多一两个款啊，不要走开啊，今天款式比较多。所以说这个款式啊，它的面料弹力是属于一个微弹，所以说我是需要穿 L， 那么我穿的 L 的话，腰间拉伸是有空间，上围也是有空间，对，如果是跟我的直播下单，请带走 L 啊 ，OK， 这款式我是穿这 L 的，所以说你看腰这边稍微是一个20mm， 还有我是觉得我是建议这件，如果你的腰是卡中间，拿大不要拿小 ，OK， 拿大不要拿小。那么你们看上为止，就是你觉得它是比较，其实不会啊，就是说，因为它的面料弹力不是那种可以拉大半个我还是一个主播那种啊，所以说，就算是说上围基本上检查尺寸来讲，你觉得哎，看是比较大，穿在整体 overall 还是 OK 的。所以说，跟我的尺寸下单需要 L 3，我的身高是160。
冰穿起来一样，是膝盖以下的长度，属于一个大气的长度。我穿着红色 L， 来，我一样换了酒红色出来给你们看。这个款式呢，它就没有深的颜色，它就属于应该说最深的是这个红色了吧 ？OK， 这个酒红色 ，NDH 三十，价钱是83，最小的码从 S 开始，最大是去到 XL， 哎。对了，最大去到 XL， 跟着助理的尺寸下单，这一件是穿 L size， 然后我是一样是三个色都是穿得到 S， 咖啡色，你要比较高雅的颜色有咖啡色，然后比较特别的话就有这个 light olive， OK， 这个浅浅的 olive color， 今天这一次它的 olive color 加我身上的酒红色，长度是大气的那个长度，比洛尼的长度就对了 ，OK。没有的话，我就换下一个款，因为我要快速的，因为我们来三个款啊，所以还没有买新年衣的要找新衣的，记得。Coffee L 收了。